好了，是时候来点有意思的，跟着我去靶场。把这把枪捡起来。要知道子弹还有多少，你一定要自己检查弹匣。你现在弹匣是空的，去你的背包里找找弹药。千万别忘了，弹匣一定要放到弹挂里，这样才能快速换弹。没子弹了，快换弹。好了，到中间靶位那里去。当你距离目标很远的时候，一定要抬枪瞄准。好了，来点有意思的，试试我以前训练时的射击考核。还行吧，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最后一项了，去拿。摧毁那些靶子。干得不错，我们明天有个任务。我叫乔尔，是你的教官。现在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流程。这和你以前参加的演习可不一样，没有满地装备让你武装自己，只有带入暗区的装备才能保护你的安全。一旦被淘汰，你所携带的武器装备都会丢在暗区，请务必小心。这些装备将被你带入战斗。面前就是目标别墅了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在里面找到暗区情报带过去。开始行动。这里暂时安全。新来的，你搜一下，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能用的。击败敌人缴获装备是战场上最快捷的途径。这个游荡者看起来像是岗哨。记住，弹匣一定要放到弹挂里，这样才能快速换弹。
听说那边有枪声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收到，一定在左边挨枪。注意角落，排查屋内情况。安全。安全。新来的，搜索保险箱，看看安全情报在不在里面。发现安全情报，这儿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，检查一下。好东西，但前提是我们能带着他活着撤离。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人，我们准备撤吧。十一点方向有伏击。解决掉他们，压制住，彻底包抄。此地不能久留，枪声会引来其他的游荡者，拿上他们身上的弹药物资，马上撤离，活着出去。我们身上的东西才有价值。我肯定听到了什么。碰到这个。这里还很危险，拿好你的枪，现在得活着把安全情报带出去。走吧，我们去撤离点。打开地图，标记好撤离点，要尽快突围，从这里撤离。走北边小路会安全点。大路虽然危险，这里点更近。我们还没有摆脱危险，得快一点离开这里。注意，周围有敌人。真是。解决了。快去搜一下，看看有什么能用的。仓库区，保持警惕。枪声会引来别的敌人。保持警惕，到前方小屋休整一下。
侦查一下小屋周围，确保安全。这里有些医疗用品，准备战斗，都带上。行动迅速一点，我在屋外等你。好了，附近安全。过来搜一搜。就在那儿，看到前面的红烟了吗？在那里就能成功撤离了。停留在敌人的范围内，我们准备撤离。你敢来这儿？停火，暂时安全了。